调制肉馅呢，我们遵循先盐，再葱姜汁水，再粉料加酱料，最后是油料这样一个顺序。每一步呢，都在前一步充分搅拌吸收之后再继续。先加入盐，就是为了让肉的这个蛋白质呢发生变化，以便后续加水，而且加的水的量也比较多。加入葱姜汁水呢，是为了更好的去腥，也避免葱姜颗粒在肉馅里面影响口感。最后呢，这个肉馅也能够更加的多汁和顺滑。建议呢，葱姜汁水浸泡的时间久一点，2个小时左右吧。我们所调制的这是一个基础馅料，如果要添加辅料的话呢，我们会在粉料、酱料和油料中间来进行添加。最后添加油料呢，是为了更好的包裹这个肉馅，防止辅料的失水，避免营养流失。我们在这个馅料里不添加料酒，是因为时间稍长，料酒会使猪肉馅变酸。添加蚝油就是为了让它更加鲜美。江浙地方呢，还比较习惯于添加糖，这样能够更好的提鲜去腥。